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是不是85年的？不是啊，我是00后。盘点隐藏的秘密，露馅瞬间。那你是不是姓严？对呀、啊。是不是贵州的？是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想追我呀？我追你个头！你身份证掉了，给我逗好。天啊，85年了，居然装嫩！好，一。准备好了，在老公的手机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挖出个美女，她带着两个娃，在老公的信息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挖出个足疗消费998，在老公的脸上挖呀挖呀挖，挖出长长的道。我昨天跟王哥洗澡，我看王哥的内裤特好看，我就买了两个。啥？你不喜欢卡臀的吗？那怎么那卡臀的？好、啊，三。媳妇儿，你说当初我们那么多朋友追你，你为啥就选择我了呢？我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。等他们睡觉都打呼噜，就你不打呼噜。哎呦！啊！好。老公，我出去一趟。干嘛去啊？出车祸了，哪个闺蜜？就那个漂亮的那个。哦，那严重吗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不用不用，不严重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好。哪个酒吧？六。我回来。好。笑，笑你妹笑啊！你不是不会喝酒吗？今天喝了2斤白酒，我见你没啥事情啊，还记得去年的520吗？啊，喝了一杯啤酒倒在我怀里啊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对我图谋不轨，还是我禽兽不如。好，哟，你在干嘛？没干嘛呀。拿出来。没有。你拿我客户的啊，干什么？剃毛呀。那我过来回来替你腋毛啊！啊！你这怎么了？这么小气！你这样会越踢越粗的。不要紧的，再踢一踢啊！算了，不要了。好，起。爸爸，爸爸。天天爸爸，爸爸，你着急吗？妈妈，妈妈。爸爸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原来我家的门前有一只老牛。老公，你看，你看，咱们家也得换个密码锁。你看，人家老王家换密码锁多方便，手往这一摁，一拉就开了，一拉就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酒。你这盒子里面鸡蛋和钱是怎么回事啊？说呀。这鸡蛋是我。才俩呀，那这钱呢？钱怎么回事？哎，说呀！钱，真的，好值。喂，我们家房租还是8000一个月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问这个突然？今天派出所来查居住证。我看到那个房子产权的是你，怎么说？我每个月1000块钱房租还给我，亏我还心疼你啊！我还每天上班，我还回家做家务带小孩，你看我的钱，你还我。好，十一。媳妇，你这次回来还走不？你这一出去打工就是半年，我都老想你了。那、啊、你搁这抹啥呢？你给我也摸的，你给我也摸点，给我摸的快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媳妇，你在那边干的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是金融是不？对，金融啊。啊，那金融。好，十二。
头。你管个啥了，能咋吃？要不是过年上房子，反正咋吃？我都不知道呀，你以前居然是个吃屎，还给我钱。Top 十三。哎妈！为啥我那用完之后浏览记录就找不着呢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电影每次看一半我就找不着了，太闹腾了，你快点拿出来。哎呀，那可能就是它有自动清理功能呗。这，哎，这底下不有那个播放器吗？你点看看里面没有记录就完了。啊，就是，你看啥？离家出走最好是在晚。